面对看不见的敌人，许多人都会害怕裹足不前的时候，慈济志工却感恩欢喜地亲手奉上的一碗碗爱心，抚慰内心，也补充体力。在这疫情严峻紧张时期，警消医护人员们守护着大家，而在我们背后也有着默默为我们付出的无名英雄。在大家连同外送员都害怕接近医院的同时，你们仍不畏疫情地提供爱心粮食，温饱我们肚子，也温暖了我们心灵。在我们坚守岗位努力防疫照顾病人时，给予我们精神体力上的支持，使得我们更加有力量。谢谢你们陪伴着我们一同抗疫，在这艰辛的路上我们不孤单，齐心团结对抗疫情，道不完的感谢，有你们真好。台北慈济医院，满满的爱灌注在热腾腾的饭菜中，传递所有人的感谢和支持，给予前线奋战的医护人员。世界充满爱，以爱以善护台湾。